等你们进来。没有吃汤圆哎，今天。今天刚好又是这件衣服耶。对，是打算唱一唱。谢谢。不知道这个点，人都睡了吗？不是作业啦，就是点歌活动，就跟上次一样吧。外卖就不必了。谢谢橙色的暖暖。好的，那我要不就先唱你点的歌好了。点歌活动就是那个啥来着？对，随便送什么，然后我就按照那个榜单从上到下开始点，光很奇怪吗？练习室就是这个光了。其实我没想到公演完这么累，我嗓子有点痛，但是我又答应了你们，所以还是唱唱。但是今天可能不会唱太久，而且很晚了。没有吃汤圆，没吃到，但是我昨天吃了。好吧，那你们要睡觉先睡。不行不行，我唱一会儿再说吧。没有感冒了，就是嗓子有点不舒服，可能唱歌就能治好。哇，谢谢何以笙箫默送的皇冠。你要点什么？上次还欠了你一首。谢谢君临的暖暖。好诶，我先开始吧，开开嗓，一会儿再聊。因为我就是刚刚连了一下这个房间的蓝牙，我发现我连不上，所以伴奏可能就有点小，因为我就是 iPad 外放的。谢谢一瓶的奶茶。是烟如风，人去。
谢谢蜂蜜蛋糕送的夜蝶，还有刚看见花草七七在人间送我的夜蝶。嗯，好，再来一首。我看看哈。嗯，芳草萋萋在人间，你要点什么歌呀？你要什么歌？口红，嗯，好像是 YSL 的618，印象中是这样的。你想想，好，你先想会儿。蜂蜜蛋糕，你想好了吗？感觉像那种老师点名。好呀，那你想好了跟我说。你的秘密，好的。这首歌有，好像有唱过一次。你的秘密，
我的秘密啊，钢伴奏你们听着 OK 吗？我觉得听着不是很舒服。上一次连了那个蓝牙会好一点，今天不知道为啥就连不上了。为什么？谢谢。请你治愈我心情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现在这一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。还好今天没有穿外套。谢谢鼠宝送我的奶茶，感谢谢何医生阿莫送我的皇冠。芳草栖息在人间，你想好了和我说哈。
先唱下一首吧，君临的。这首歌有点年代了，就是听了两遍，谢谢芳草七七三人间送我的生日蛋糕。想好点什么歌了吗？没有好棒，没有好棒，今天嗓子不舒服，真的，唱的不太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对了，今天我看那个好像有人发，就是我们有那个元宵节 PK 嘛，是吗？我带水了。就如果我们赢了的话，
前十名吧，我会画头像，感谢大家，嗯，希望大家加油吧。好，请元气水们互相传达一下。虽然我上一次总选画头像完，我说过再也不画头像了，但是呢，现在我又有动力想画头像。女人就是这么善变啊，瞬间打自己的脸。芳草萋萋在人间，你的歌想好了吗？也不算业务吧，就和大家一起加油吧。那要不然我再唱一首，上次那个小雨公瑾同学上次为我用爱发电，我说过那首歌我要再唱一遍，我记得，嗯，上次就是不熟。哇，我看我的1:30奏里有好多歌哦。那唱一遍，唱一遍。准备唱多久？唱到嗓子累了就不唱了。嗯，所以就是你们要快点哦。坐远一点吧。回到身
节奏好像不太好。气不流通的感觉。下雨天可以啊，但我记得我上次好像唱过一次。要听也是可以的。我感觉半夜好像没有什么人呢。也是你们都还陪我在这熬夜。下雨天了怎么办，我好想你。听歌也发发弹幕嘛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在，我唱给谁听？我没有观众，没有观众唱歌就不起劲了，不得劲了，就唱得不好，你投入不了感情，知道吧？下雨天了怎么办？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。怎样的日子
对啊，这衣服上次也穿过。谢谢。我来看看下一个是谁。对啊，我之前还说要那个的，要还作业的，就是以前有人点了我的歌，我还没给。但是我看这些朋友好像今天并不在的样子，我想要不要唱呢？等他们看回放。是不行吧？你知道我为什么拖了那么久吗？因为其中有很多同学点了高难度歌曲。我的表情。我想想有些啥来着。我看看我的歌单啊。昨天我不是用这个唱的歌吗？咋没有？什么歌可以难到我？真的特别难。有一首先从简单的开始吧。我记得有一首是那个《遗失的美好》。但这位朋友呢，昨天跟我说他要出坑了，就是说他有女朋友了，所以以后再也不见。对，遗失了。那我就来一首《遗失的美好》吧，纪念一下。我被我遗失了我的粉丝。你们不要把我遗失好吗？有的人
时的奶茶。我这衣服咋了？那些离别的粉丝，谢谢紫竹流民送的跳动音符。我觉得我，谢谢泽三色的暖暖。我觉得我要立马唱这首歌，不然呢？一会儿我就唱不了了，我嗓子不行，有点哑了。对，这首歌就是我吐槽的，我粉丝点的，他认为超适合我的高难度歌曲。就是我就是学的时候唱的，我要死要活，要死要活。来听听，这首歌叫做什么？女孩你为何垫脚尖？如果我翻车了，请不要，请不要，不要失望。对，那就来吧。是 PCLOLS 点的。歌，对，旋转木马，为什么停下？一个人。
真的要没气了。他后面更变态了。暮色冲击，有一轮明月，女孩的童话是被昨夜封印，窗外的花灯隐一朵背影，推开晚上门变成夜的精灵，旋转木马能不能停下，迷宫内有好多人无声喧哗，他眼前的世界是吧？没骗你们吧？谢谢 K I Q 的奶茶，哇，太难了。嗯。啥时候轮到你？我看看。啊，下一个是泽三。泽三，要点什么歌呀？真的，我窒息了。下一次不要点这么厉害的歌。喝个水，喝个水。谢谢 B I I N G 送的暖暖。唱我喜欢的，不就是要听你们喜欢的吗？我喜欢的歌，我喜欢什么呀？我喜欢力宏的歌。你选一个嘛，我选的困难症。还就是除了这首，还有一首也挺变态的，是叫啥来着，不服。你要我去唱不服，我一个软妹去唱我不服，还让我 rap， 这真是我的好粉丝呢。行，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，行。对，那我们先来改变自己吧，等会儿再不服吧。改变世界。嗯，但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要不要升 key 哦。看，心跳，我上次直播唱过耶。嗯嗯嗯，嗯嗯。我看我能不能唱王力宏的调。自选自选，没有目录，就我会的就行。
好的，好的，嗯。花田错。今早起床了，看镜子里的我，忽然发现我爱上谁，都有点哭说，一点点改变，我很大的小变，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。一千米交换，最佳就是你，每天的新闻都会互相大声尖叫，但造化没用。只会先说我改变自己，发现大有不同，新一代的朋友好好的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，我可以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，改变父母，改变乡亲，让一直努力可以啊，好嘞。其实也是很有年代感的歌了。你点的美吗？还真是，真是我初中时期最爱唱的歌呢，但是我已经很多年没唱过。是王力宏的美吗？啥日常爱好？穿小裙子，逛迪士尼，吃东西，拍照片。好的，嗯，不能给我李红老师丢脸了，哼。放原唱。你是我从来没有被世界的思维全都被你摧毁，你是
来的不是真的臭美，见到了你不会，你是美就自卑，我自能不醉，不相信爱上多想我，只有你占据了视线，其他的我都看不见，除了是爱情，我只是对你的迷恋。一场梦寐，一场梦，一场梦，一场梦寐，梦寐寐寐，一场梦，一场梦，一场梦寐寐寐寐。这咋唱？是你让我想飞飞，想了一个偷心鸭嘴，爱萌芽万珍贵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，我最无所谓。这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，你的美就是一种美好，责怪我的一点冒昧，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，你太美，你太美，为了你我终于到达南北星座。我输了。一张美，一张美，一张美美美美美美，一张美，一张美，一张美美美美美美美，一张美，一张美，一张美美美美美美，一张。咋叫别人妹妹呢？好啦，你是不是在想我夸你美？谢谢大西瓜送我的夜蝶。怎么这么晚还在？好，下一个人就是大西瓜，我刚看了，要点啥？你要点啥呢？要点啥呢？没想过，那你现在想想呗。没有规定多少钱，就是你随便送，就是在榜单里，就是从上到下这样子。对，水我随便是最难的事情，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。随便，你也可以存着，等你想好再来。我现在正穿着玉龟狗拖鞋。手机播放列表第七首，我看看是啥，是啥？咋还有这种呢？真会玩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是连轮说，但这首歌其实我不太会唱，我是昨天想学来着。如果唱的话，可能只能唱个副歌。要不你再点一首。第十首。摇骰子呢你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哇，又是首这么难的歌，我要死了。黑色柳丁，这首歌也是。我昨天那个，就是做作业的时候考虑的一首歌，太难了，但是也不是不能唱。唱到几点？唱到一点多了。
一点多。你要听吗？黑色柳丁。好呀，我不是很好，那就唱吧。等会儿，我在搜。对，也行啦，不能一直在舒适区。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，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，好像有一些悲伤的征兆，可是原因不知道，头上有橘色的夹竹阳光，我的口袋只有绿色的楼梯，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，不要问
是别人不知道，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。我不想哭呀，我还挺想笑，笑自己怎么这么唱这么烂呢？BIING，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歌曲来。这个我不会，王菲的歌听的不太多。你要不要换一首别的？王菲的会什么？我想想，搜一下王菲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听过一首歌叫《传奇》，对，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。为什么我的脚会很酸呢？应该是腿。我现在也没在干嘛呀，就很奇怪。上一次唱过红豆了，匆匆那年应该会唱，传奇也是会唱的，然后因为爱情的大家都会唱，然后呢好像就没有料，对，其他歌都不太会了。匆匆那年行吧，我不会讲长沙话哦，因为我又不是长沙人。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？可惜谁也没有爱过，不是一种清醒上面的闪电。匆匆那年，我们一时匆忙留下那一句伤的诺言，只有等别人兑现。
是心手的情缘，不会那天再轮回，春不也一样美，吹起你我的照片，不会每一个人没有完整爱一遍，是你的人生一落下在绝的身边。歌词真的非常难念清楚，对，不太熟的情况下嘴瓢了好几次。谢谢酒铺送的暖暖。酒铺日记，酒铺日记来点歌吧。要听什么歌呀？要听什么歌呀？梦与星光的海市和缘尽世间，缘尽世间吧。有点怀念去年了，唱了这首歌。就播到1:30哦，我有点撑不住了。我应该换套汉服过来。歌曲加载中，加载失败。歌曲再次加载。我咋会阿拉伯语呢？看得到呀。等一会儿我。这大晚上的，怎么这么慢？才10%？谁抢我的网？明天我一定要好好睡觉，
怎么这么久不公演，公演完觉得那么累呢？而且我今天就是业务生疏了，我连自我介绍都忘记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对，明天打算好休息一下。叮咚，你就在这里，是记得叮咚，不记得说我是谁了。书的座位，啥呀？你家的失败呀？再试一下。叮咚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想到这个对联的时候，脑子里就冒出了这句话，我写上去。谢谢 ，sweet 什么什么看不见了，送的奶茶。倒也没有吓到我，哼哼，喊我老公的人还不少呢，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。什么呀，你行不行啊？快点，行不行？我还在坚持，他怎么就累了？给你们看看，看得见吗？这个进度，哎呀，50%了，哦，它飞起来了，变快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Thank you.
谢谢，享受寂寞的奶茶。哼。哇，已经26了，那我今天呢，我一唱最后一首歌就结束吧。嗯，有那么一点累了。唱最后一首歌当然是晚安歌，这首歌也是金太子点的晚安歌。嗯，虽然不是第一次唱了啦，再唱一遍吧。然后呢，就下次再来好吧，还有一些歌也下次再唱。哦对了，我刚说的就是画头像的话，我一定会一星期之内画出来好吗？今年俺再也不要拖延症了。 flag 立上了。晚安哥，谢谢君临的奶茶，真是陪我到这个点儿。没啊，我就是之前拖延症非常严重嘛，嗯，又不给力了，你行不行？有一首歌叫做《早安喵》。就是他怎么也是那种早安喵午安喵晚安，这首歌你们听过吗？哦，这叫晚安喵啊。我是在看那个叫啥来着，罗小黑战记里面听到的。对，他又开始缓慢加载，那就等等吧，我听完最后一首歌。我觉得陪我到这个点的人都是真爱粉，所以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过几天我会直播我的 YQ 定制公演，对，云公演。先等我准备准备哈。什么啦，为什么总是失败？让你们就是第一个听到这个，和你们分享这个好消息。哎呀，我换个软件。好，不太行，还是得用全民 K 歌才行。再试试。为什么到深夜还会变得网不好？实在不行我清唱吧。气死了气死了。你们有经历过那种吗？就是你点外卖，哇，谢谢小鱼给你送的皇冠。你点外卖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点了一杯奶茶，他没给我吸管，或者是我点了一份外卖，他没给我餐具，这种感觉。我这是苹果吗？对，我就是人一天的好心情就被这种小事情给毁了，就那么一瞬间人心里是崩溃的。对，我经常最近经常碰到这种事，
还有呀，我和你们说，我最近天天做噩梦，天天就是早上半夜和早上会醒，我不知道咋了。你们要多给小青一点关怀，好吧？真的是这两天都在做噩梦。我刚醒的时候还记得我的梦的剧情，现在我已经忘了。好了，下载好了。我不看恐怖片，我从来不敢看。谢谢你很努力，谢谢自己没放弃，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。希望永远不灭息，见吧。我今天真的状态不太好，下次见吧，拜拜。